OK， 好，身邊有天堂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 BOP 天堂鳥嘅高能熱播機。我係 Lincoln 許俊豪。我係 Taris 歐喬峰啊。我係差啲加入，差啲想加入。係啊，咁你哋新歌《故作瀟灑》喎，係講啲咩嘅咧？故作瀟灑即係故作瀟灑啦，扮瀟灑，扮瀟灑，點解扮瀟灑？咁其實都係一段一個抒情歌啦，其實係講一個失戀嘅故事。係喺你故作瀟灑嘅時候咧，又係玩遊戲嘅時間啊！係啊，我俾呢個遊戲可以繼續故作瀟灑。天堂鳥入邊邊個最惡啊？Gordon 啦 ，Gordon 啦 ，Gordon，OK， 好，睇下 Gordon 答唔答呢題。好，邊個成日遲到啊？哇 ！Lincoln 最準時。係嘛 ，OK， 又打翻個波比較好，叻哇 ！OK， 邊個最有義氣？正面啦啩呢個，三個都有義氣嘅。咦？但係 Link 好似三，好似唔係喎。你有意見？有啲意見。我啱啱諗住都係答呢個答案嘅。OK， 好，三個人邊個跳舞最叻咧？梗係自己唔知啦。等先，唔得喎，你冇一題有一個明確答案喎。嗱，呢題要有。我交俾 fans 話。OK。邊個唱歌最厲害？哇！唱翻首嚟聽先，係咪？我發覺話已經係個答案嚟嘅，已經係。哇！好啦，呢個應該可以一齊答啦。喺《故作瀟灑》入邊最中意嘅一句歌詞，大家三個都唔同，三段唔同嘢嚟嘅。諗下先。你唱啦。就係回頭剎那，只依好故作瀟灑。哇！真係幾有心。我就係就放手算吧。係啦，就係嗰兩句咯。咁樣，如果要將呢幾句歌詞送俾一個人，你哋會送俾邊個咧？梗係送俾前度啦。哇！係你啊，係你啊，望住啊，邊個咧？唔係可以送俾邊個咧？送俾會離職嘅朋友咯，或者送俾下一個，下一個前度，下一個送俾自己咯，送俾自己咯，都可以自己嘅啫。最尾啦，幾時會再派歌先？我哋出完呢首歌，諗好快，可能兩個月之後就會再出新歌。已經準備好啦，已經準備好啦。好啦，咁我哋期待天堂鳥嘅新歌，亦都翻去繼續要聽呢個故作瀟灑。Thank you。好 ，Thank you。